自从你感情用释放器的事业，那个优秀的女生就消失了。我今天来找你，是有一个提议。我希望你可以和我一起，从魏明手里拿回本来就属于我的财产。他赚的钱，每一分都有我的一半。我们两个人的婚内财产，一样都带不走。 他只会抓住你的软肋，并以一再的退让。魏明没有察觉之前，我就已经掌握了咱俩的证据。这婚怎么离，由我说了算。这一切都是我精心安排设计的，我就是要夺回林霜该有的一切。别为了这种塑料姐妹钱替他钱出气，我死了你也活不了。这么大一场败仗。 我到底是哪一步走错了呢？陆雪，我需要一个机会，让他们知道一下，什么是真正的女生。你不是说她就是个家庭主妇吗？人是会变的，我就是想把这种丑陋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。该是你的，咱们一分都不能让。接下来就要真刀真枪，硬碰硬了。